19日从基隆某家医院逃逸的简姓杀人未遂犯，经过警方连日调阅监视器发现，原来简姓男子在逃逸当天就搭乘客运前往台北，并在南京东路站下车。基隆警方是在21号才确认简姓男子搭上客运。有关简姓受监护处分人自本市医院脱逃案，自5月19日午后，经基隆市警察局与本分局组成专案小组，经警方连日全力查缉，调阅上百支民间公家监视器，发现嫌疑人已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至台北市下车，已通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知悉。警方调查，简姓男子事先坐上往八斗子方向的公车，并在正滨渔港附近下车，搭上八斗子往台北的客运，最后在台北松山区南京三民站下车。定本案因简神身上无手机，且没有个人交通工具，皆以徒步或沿骑楼躲避监视器行径，且任意穿越道路，随意搭乘公车后又下车，无逻辑反复绕行，增加监视器调阅困难，且简嫌与家庭关系疏离，无任何亲友联系，亦具有无家者特性，致增加侦办困难度，特予说明。市政府为了防止意外，还特别宣布20号起封闭校园至22号。现在警方确认简姓嫌犯已经逃往台北市，目前正与台北市刑大全力扩大追缉中。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。